们说一下这个打手这里怎么上。我就用工具了，你们嘛，那个工具包里面有扳手的，先把这两个退出来。然后把这个放上去，放去了之后记住啊，这边油门脚把这边是在右边，这边没有加油门在左边，把这个盖起来，先给它拧一点点进去。拧进去之后我们再看啊，基本上这样子正中间，那这里这上面有滚花的，我们看滚花也看得出来，这样子这样是正的了，正了我们把它放紧就好了。我就是全部打紧了，你们要把这四个螺丝都上紧啊，然后看一下轮子上起来夹一下准备正，这样子掰一下，这掰得动的。我接下来就上这个挡泥板好麻烦。说实话，我们收到这里有两个螺丝啊，挡泥板是这样上的，这两个螺丝取下上这里。我们首先第一步，先把下面这个螺丝装起来。好，上面这颗螺丝呢？上面这个螺丝要跟号码牌一起上了，我们先把这里穿进去，把这里这样子，螺丝从这里进来，然后把这刹车线整理一下啊，这样，那往上拉一点，再整理起来，再把这颗螺丝打进去，这样就上起来了。电启动这里挡住的嘞。电启动这里有那个。